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使徒行传十六章五节。天父啊，感谢你不但因着爱我们而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，成就奇异的救赎恩典，又赐下圣灵感动我们认罪悔改，更赐下你的恩言教训督责，领我们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，使我们更认识耶稣，让我们有信心因信耶稣得着永生。感谢你，福音是属于万民，我们祈求得救人数天天增加，奉耶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